有的朋友问我，他说你那个搭档说相声的那个曹随风不见他说话呀，话剧里头那也没见就有他呀，这我得跟大家解释解释，这孩子这两天让我们给呲儿的走火入魔了。相声剧你看我呀，富强啊，这个我们团里这些最次的演员都上了啊。随风在这团里不算最次的演员，但是为什么没让他上呢？可能导演无心的一句话，就是说随风你这个文化水平啊你要注意啊，你这个有点太语言上不太讲究啊，你这个学问上你也差，很受刺激，自尊心很强，回家山后练鞭去了。这两天告诉我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，我练这三字经，现在张嘴就仨字儿。我说你练三字经你也不能就说仨字儿啊，这你不是耽误演出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啊不是来给大家演节目，主要是我想把他请出来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他治治病好不好？我这谢谢大伙儿，谢谢您嘞。来来来，随风赶紧赶紧再给鼓点掌，你看撇着嘴就上来了。大家好。我说什么来着，仨字儿吧？你干嘛老说三个字儿啊？不怨我。那怨谁啊？怨俺妈。怨你妈？俺妈说饭多吃，话少说，烟不动就不喝，要想喝别开车，好生活喜洋洋，好工作光头强。听见了没有？这就是走火入魔。我呀今天一定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把他这病治过来啊，听见了没有？不可能。哎，还不可能？我就不信了。我今天当着所有观众，我郑重宣布，他请客。我请客？凭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我陪着。不是，你想得美，你还陪着。我听说你们家人口可不少，可以说算是一个大家族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其实我们家人口也不少，应该也算是寡妇村。寡，你们家寡妇村？你们家寡妇村怎么说话呢？电影名儿。我恨这电影，不许提啊。说点别的，我听说你爷爷可是一个老革命啊。哎，听说还当过团长，叫什么？李云龙。李云龙。哎，那你怎么姓曹呢？这事儿。哎，你爸爸听说是地下工作者啊，打入敌人内部那种。你爸爸叫余则成。余，你听见没有？他爷爷李云龙，他爸爸余则成，他曹随风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俺愿意啊。你愿意？你愿意？哎，其实我们家也不错呀，我爷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。哎，你告诉大伙儿，我爷爷地下工作者。我知道。哎，跟大伙儿说说，我爷爷地下工作干什么？修水管。修什么水管啊？修水管地下工作呀？交通员。哎，交通员，最后被敌人逮着了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，最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？没扛住。没扛住像话吗？扛住了啊。往下说。你就说仨字是吧？有本事你把仨字进行到底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啥？精明人话不多，糊涂人话一车，你话迷白费力，俺词儿少效果好，你不信问观众。掌声响，预备起。呵，不是你调调观众干嘛？你，我不信了我。哎，我给大家剧透一下啊，这随风啊，你别看说话笨笨落落的，唱歌可是不赖。我想着让他唱歌，一沾歌他这仨字就完蛋。咱再试试。哎，随风弄啥嘞？我给你唱两首歌啊，你告诉我是谁唱的啊，听听啊。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，把世界看通透。这歌谁唱的？250。250乘以二。乘以二像话吗？直接说这歌手啊。再换一首。有多少爱可以乱，不是，有多少爱可以胡来，也不对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这歌谁唱的？迪克牛。不对，
后面还有？没有了。还有宰呢？不能宰。为什么呀？疯牛病。你管着管不着你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老给他这么提词哪行啊？你让他自己唱，他自己一唱，这事儿就没法弄了。哎，你敢不敢给我们大伙唱歌啊？献歌一曲，你敢不敢？我打赌你不敢。唱就唱，好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我看你怎么弄。唱，唱不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没掌声。没掌声，来，这掌声都来了。我看你怎么给我唱。这些年，一个人，风也过，雨也走，有过泪，有过错，还有梦。没唱完呢。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，会回首，终有梦，终有你在心中。唱完了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别唱，谢谢。好，感谢感谢感谢两位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这不，你真的是说话都仨字吗？就是呀。就已经有这个病了是吗？可厉害，可厉害。能改得了吗？改不了。我就问你话，你都仨字吗？那当然。我问不出你俩字来吗？问不出。李丁叫什么名字？李丁丁。李丁丁给我改名了。那这团里谁跟你关系好啊？侯琳琳、付强强、郑健健。这什么名字？郑健健。这个这也太可爱了。郑健健老师，行，你现在可以变回来了行吗？回不来。回不来。再次掌声请回我们的侯琳琳、付强老师、郑健老师，有请。来来来，郑老师，这年轻人怎么管你叫郑健健呢？真讨厌。不像话。这团里没法聊天了这个啊。